武功高又有咩用？英雄亦都系血肉之躯，只要你俾嗰班伪君子真小人控制咗你嘅亲人，你咪又系任人摆布嘅工具。葵花宝典听讲系叫做葵花般仪大法，民间有一种传说，武林中有人能隔空取物，穿墙遁壁，双眼可以观人内在，千里发功，有杀气。李氏公公叫我同人攞翻本书，叫做《葵花宝典》。《葵花宝典》系一本咩书嚟？系本手卷，里面写嘅只系教人栽花种草嘅园艺技术。回当啊，凌高峰，独揽啊，群山小啊，狂风扫落叶，秃树花更娇。露剑啊，震苍穹，雷大雨点小。蜀中啊，无大将。回身过一招，师兄水好冻啊！唉，你冇着衫噶？边有人着衫冲凉噶？快啲帮我攞件衫过嚟啦！你咁大个人，咩都人帮嘅，自己冲凉都唔等定衫喺树嘅。攞件衫咁多嘢讲，你唔攞就点有衫着？着一叠你冲凉帮攞翻啦，快啲啦，好冻啊！唉，都唔系啦，帮你攞得一次啊，次次都奉旨噶啦。仲话做兄弟添，师啊，师傅要将师妹嫁俾林明芝啊，你快啲帮手谂个办法啦！啊，你呢个男人婆都嫁得出啊，边个咁唔好彩啊？我都唔识佢嘅，如果要我嫁，宁愿嫁俾你啦。唉，我不嬲当你系兄弟啊，你当我你系女人。听过。